之后我也开始去，可是我没有写错啊。那等一下你给我一张再写一次吧。他哭我也没有办法，他真的没有写错。我也哭给他看了，我跟他说，好了，那我唱一首不多好了，那好新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借我歌词。掌声呢，再欢迎张栋梁，今天特别 bonus 送给大家。然后今天大家有开心吗？开心哦。那我们希望呢，张栋梁这一张专辑后续啊，大家呢还是可以再多多的支持一下哦。我应该 OK 了，应该 OK。哦，你准备好了？好，来，我们音控大哥准备好了吗？谢谢。好，来，掌声欢迎。不多有谁喜欢的？我们下面一首会打不多哦。好了，怎么这么贴心啊？走音比较小，因为我突然间好太大声了，太大声了。那我去海外宣传，大家继续告诉身边的朋友哈，这张专辑很好听。空气里飘散的雨滴，冷却我们的眼睛，僵持的情绪，就算叹息也变得很多余。好不容易你说一句，否决过去的游戏，我们的默契你不必提，我懂痛在哪里。怎么最后